去他的店里。网络上有啦。网络有啦。没有啦，我已经买了。要买淘宝也有。可以说买。淘宝有，要不要帮你买一下？淘宝。4000，刚开始他是出，我也是一出来就买的、啊，而且我不是这个底，这个是橡胶，我是选的呀。有强电啊？可能是跟他的，那我没有这一颗啊，我也不是，这边是没有的。刚开始是出了橡胶，橡胶的啦，后来才是白的啦。白的是后面出的、啊。因为它比较低呀、啊，而且它又很轻，它就是包覆性这样。可是脚板它太大的，它就不能穿这个，因为这个有没有比较瘦。我的是黑色的，但是我的是全黑啊。对，全黑也很好看。很贵。我买了，也3000多了。3900。3800。我买3900。是快4000了。这是我人生第一双。我也是人生第一双买这么贵的。这是林老板买单。哇！谢谢老板。大佬。超赞。对。他叫我自己选啊，那我当然一定不能辜负他的美丽、啊。我一定要选最好的。对，最好看。其实不是，是那个羽毛球店的声音说，我给你选这双。我以为是上涨，对，我以为是去了，那两个女生一直在那边帮我翻鞋子，翻得要死。然后他就跟他老板说：“你下次不要害他了。”是好看啊，好看啊，我是说舒服。因为我在现在后来我去，你知道我去紫色的，颜色更好看。有，我有看到，是那种。但没有我的 size。我有一双啦、啊，我只是说急着买就赶快再买一双差不多。然后我是看他们两个孙女在那边翻着超可怜，我说这个好。不要这么说，我也来不及了。他想办法。拿到鞋子就说谢谢，我要去打球了。想办法让你满意了，眼泪差点滴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他满多大？你看他们挑的多累，他们东西都没有关系，没有，因为他都摆在那一边，然后就很多。